还没做。它的翅膀怎么那么短？我们比较大。阿姨都不知道。那种是两片，然后中间。这是网络上看的，有，我们也有。这个是无痕的。你搞较短的，你搞上浅的，但变袂贵。你搞戴目镜。没有那个关系，没有，OK 的。OK， 重点是要看滚的那个方式，就是翻的那个方式啊，那个方式永远记得，你就不会忘了。去做一次，做错四次就知道了。慧秀去阮家哈，去搞整理物件哈，布帮我整理好了，然后他就叫我撤这个，撤完以后他回去我也还他了。所以你要动手啊。不是越简单容易。伊哩边啊，啊这样这样。那你看嘛，我们这网络上抠下来的，老师。哎呀，这个美女太差了。有啊，这么腰身的啊。谁啦？我看啦。那个书，真的吗？谁啦？很简单，就是我本来看半天这有什么可爱，原来是没有。我还有看到人，看到老师要变魔术了哈。艾琳，这个还不好，我看到是这个人背在身上。可是这样子哦，好多哦，那个有一个网站，对啊，各个你背在路上要小心一点，被人家你那个人是开车的，那个人是背在身上，就像他穿裤子，危险。他的身材就是这一对，对，Benson。有一个一系列，有一个人把它整理出来啊，然后传来传去的。那天美贵的，你这样照还不好，那个有一个人背在身上。这个先开始照。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人。你要压铃边吗？不要啊，不要压铃边了，压铃边它进不去。车好在压啊。车好在压，不好压了。不好压了，不好车了，进不去。哎，这样也不好翻。你们那边吗？没有吧？我跟你说，不用，你们全部人哈，不要以为这样子向下去，对不对？或者这样子下去一定翻不过去。你就要先还原。找一个讲，那个你认为要怎么接起来？你找一个讲告诉。现在这个是一个边，我怎么把它接起来？这个是一个边，你认为要怎么接？完成是这样子。对，要怎么接？哪里拉哪里？哪里啊？要有一个人先讲一遍，如果他讲错，你们就会印象深刻。错，我的，你们手都抽不起来，因为你看哈，从这一边，你要想象我完成是这样子，最不会的时候是这样。先还原，我想象我完成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这一片跟这一片要，是不是这一片跟这个要接起来？外跟外的，外跟外，你跟你接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也忘记了。